讲爱大鱼啦，大肉啦。上人说，菩萨游戏人间，我不敢说我自己是菩萨，我总觉得我是自公游戏人间。很多事情哦，就是以戏剧的方式呈现给大家，让人家容易懂，又觉得很实用，那也就是传法。你吃东西是不是讲就现在洗洗？有啦，我已经洗一遍了啦。好，甲你讲拢讲袂听，一直甲你讲，手爱洗三遍才清气。拄啊搬戏出去哦，迄毋是搬戏，迄就是袂输我家己的真正的经历啦。我这一生比较遗憾的，这是顺从父母比较没做到。妈妈往生以后，心境一直转不过来，我一直用上人的话来转移我的心境。现在加完几工啊？啊，你若加遐济，伊拢着爱煮印菜。面煮啊！煮印菜汤，搁炒印菜。啊，别讲阮嘞，你搁要分阮食哦。我有看过的。阮阿弟做皇室的时阵吼。看到独居长者，他们的年纪跟我的父母亲也相仿的时候，我总觉得他也就像是我们的父母一样。那个老人家一看见我们来的时候，他就非常非常的开心。我也有感觉说，有一天我们也会变老，那时候你真的想做，有时候也身不由己。我们就是这时候脚手还流利，还我们会走还会走，我们还有这个机会，能够付出，是不是我们大家都要把握呢？